杨丞琳与小 S 跳得香汗淋漓，网友看大好风光都挡住了。杨丞琳近来为了准备巡回演唱会，开始积极锻炼体能，还找了好友小 S 一起跳 Zumba， 两人运动过后都香汗淋漓，还不忘分享自拍照。不过网友却关注到另一个焦点，杨丞琳20日中午在微博透露自己开始运动的成果，半年没运动，一运动就是和西弟一起跳 Zumba， 心情很放松很快乐，超久没有这样爆汗了，觉得自己超健康，明天再来一堂。小 S 平常就有在家请老师来教跳 Zumba， 而好友杨丞琳为了要训练体能，所以就决定与小 S 一起上课跳舞。首堂课下来，可以看到杨丞琳穿着运动，小 S 心跳得满头汗，脸也变红了。而两人的自拍合照中，小 S 的手刚好遮住杨丞琳的事业线，让网友忍不住叹：可以请 S 的手偏一点吗？小 S 的手挡住了，大好风光都让 S 挡住了。